我舅舅。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这里停了一天电呢，没有电，然后中午全家人吃米粉呢。这个棒棒冰，骗得我外甥女的。吃的啥呀？用水泡了一段时间，泡软的，然后煮的时候比较方便一点，比较快一点。哎，不要动啊！给妈妈的。水好玩吗，绵绵？水好不好玩？水好不好玩？我问你，你妈妈来了还不跑？还不跑？绵绵，不要玩水，真的是。你俩应该就是吃货。吃货？谁吃货？你呀、啊。我是尝尝而已。尝尝一尝，这一杯你喝完了。尝尝而已。这是你牙子从半截里，所以豆子都开裂了，我跟你说啊，真的。看着。这位姐说，自从换走了刀子，坏了。来，我给你磨一磨。不要回去了。磨刀宰了你，妞妞，在这看，把你给宰了，炒粉条吃。狗肉炖粉条。来，阿金。金窝藏雕啊！金窝藏你了，藏雕，金窝藏谁了？藏雕。给我欺负听到了要宰了我的。看看，啊，可以，锋利的很呐。吹牛，锋利的很。你看，切片，你要切片切条吗？看多锋利，看没有？我要切成沫沫。沫沫是吧？哟呵，好玩噻。又有。袜子嘞，宝宝。又有，被我女儿吃了。来，这大家好。小安一天一个变坏，现在大了不少，好不好多了，连小人都敢抱。你饿？喂，你自己找呗。你放旁边看一下吧。你还是我媳妇不？那我媳妇说我跟妞妞一个颜色。差不多了，好不好？差不多，姐姐。不是差不多了吗？又是比你白多了。你们比我白吗？你根根分明呐，就好像不粘在一起的。对，不会结坨那种感觉。煮好的米粉用凉水泡一下，炒了之后它就不会糊，就是一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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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糊。不是不糊吗？二是不会化。你普通话标准吗？不会结坨，不会结坨啊。不会结坨。糊了没有？糊了。不结坨。我感觉是不够的，因为炒的粉太好吃了。我来回在线下就播的。吹的，操！哟，哟，吓的。哎，绵绵，你偷菜干嘛去啊？这妈妈炒粉条了不？绵绵。有外甥女偷菜就完了，打死你！有个一寸啊，肚子才重呀，打嘴呀。这厨艺杠杠的。哎呀，这太油腻了，这个好。哎，我让你，我来拌一拌。呀，这就拌，大锅这样拌。哦。哎，这个不对，你这个。热死了！哎，来电了，终于来电了。搬出几天了得？搬出了，电也来了。还有这地面不容易放啊，要不然像我姐这样搞的，那都要碎了。少了点青菜啊，你现在叶该好。我是这一碗小弟。这肉多不吃。我去。现在可以吃了，可以吃，开吃。我待会儿端，好看，待会儿端。我把这小的端出去了，过来给我呗。给你。